1992年7月毕业，到2022年的7月，我从事叉车行业整整30年了，见证了中国叉车从柴油到电动，到新能源，再到无人驾驶叉车的快速成长。从青春年少到天命之年，我有过幸运时刻，也经历了艰难低谷。20年前，面对未知，选择了创业。从模糊到清晰，再到坚定，最大的幸福莫过于和志同道合的人一起做热爱的事情。我是一个比较严谨、理性的人，都说悲观是远见，乐观是智慧，而我更认为努力才是做人的底色。经营的环境永远充满不确定性，但一定有不变的东西。我一直在思考和寻找未来10年什么将保持不变，因为只有不变才能真正对抗变化。一个人一辈子做好一件事情就不容易了，人生匆匆，30年将会是一个新的起点。坚持做时间的朋友，坚持做难而正确的事情。